来玩这款游戏《末日之地：幸存者》。好，先开个天赋，还能再开一个，再开一个吧。开打了吗？哦，哇，我看不懂，反正反弹嘛，对不对？子弹加一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应该……啊，算了，我们先开碗吧。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的、啊？嗯，哦，《弓箭传说》的玩法是不是横向的？哎，还不错哎，会有红色的液体出来，增加临场感是不是？喂，太可怕了，奇怪为奇怪。敌人的子弹也是很慢的啊，敌人的子弹慢的话，容错率就相当高了。哪一个比较好？我是750滴血啊，750的话，碰一下看看，哦，碰一下还好。速，倒是在射击部分有些单调。近距离攻击哦，他会先俯冲过来，然后再攻击。你看，好死板呐、哦！你有其他招吗 ？OK， 打不带我？你看这个距离，很快就被我撤出来了。OK， 再加一个弹道，再加一。这散弹，散弹好像不是特别好用。对啊，散弹好难用哦。哇，我瞬间被打爆了哎，输出不够啊。好了，放弃了。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啊？先看一下有没有语言吧，语言比较重要。有啊，有简体中文呢。喂、欸，等一下啊，我按了简体中文没有反应啊，是不是要重开机？重开机了，还是英文啊？语言形同虚设，是不是？好啦，不然就玩到这里吧，大家拜拜。